我们今天晚上这边，等会儿等会儿他，然后。今天我们先进村，完了之阵之后的收拾一下行装，下午就开始训练。希望能够尽快适应好一点吧，完了之后赶紧投入到适应的训练中，完了到比赛里面。好，确实说条件来说还是困难比较多吧，但是我觉得。 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，然后去接受，去正确对待吧。嗯。